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爷，欢迎收看小安爷大侠客。什么是宠粉计划呢？如果说你有看我们前两支影片，宽心园跟养心茶楼的探店影片，在影片中有提到啊，安爷自费请粉丝吃饭，好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为什么会有宠粉计划。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固定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影片，而且持续快两年哦。宽心园的探店影片是第100支影片，当时呢，安爷在上传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情绪开始涌上来哦，因为我们的本业是经营素食餐厅，卡萨布维纳意式素食咖啡馆，我跟我老婆已经经营12年了，这12年之中风雨无阻，只要店有开，我们人就在店内。因为我是内场，我老婆是外场，经营餐厅其实是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们都是利用我们休假的时候，还有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开始拍片，开始剪片。那在这将近两年之中，每个礼拜固定更新，然后都没有间断过，然后所以当我上传到第100支影片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开心的，因为觉得我们居然坚持了这么久，第100支了耶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要感谢非常多的人。首先呢，要感谢我们自己，感谢自己每个礼拜坚持的更新影片，我们做到了，而且未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，继续的加油。那我们想要说的是，最重要的要感谢的人就是正在观看影片的您，感谢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您分享我们的影片，感谢您按赞我们的影片，感谢您看完影片之后愿意留言跟我们做互动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如果没有粉丝，就没有今天的小安爷大侠客，所以我们点滴在心头，非常的感恩。那只要是安爷呢，以后有去探店或者是去饭店开箱，我们会不定期的自费回馈粉丝，回馈您。安爷吃什么就请你吃什么，安爷住什么就请你住什么。那这一切的一切，就是我们不求任何的回馈啦，只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在，跟我们一起推广素食，跟我们一起享受人生。现在呢，安爷的力量还很小，推广素食的力量也是很有限，但是我们会努力的继续往前走。这一路上我们会广结善缘，然后会找到跟我们频率相同的人，然后支持我们理念的人，我们一起携伴前行。如果说你也支持我们的想法，支持我们的理念，记得呢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及 IG。 那欢迎您成为安爷的粉丝，安爷绝对会把你宠上天，安爷宠粉无极限。好，那我们期待我们未来我们的频道能够日益茁壮，好，然后可以为素食界做更多的事情。虽然说宠粉计划是不定期的回馈粉丝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每一支影片都来做回馈，因为再这样下去安爷很快就会破产了。我们这频道是做佛心的，是做理想的。我创频道已经将近两年了，近两年来呢，我大概已经烧了40万左右。你想说我烧那么多钱应该赚了不少吧，其实没有。到今天目前为止，我一个月频道的收益呢大概是台币1000多块，真的是台币1000多块，你没有听错。那你不要觉得 YouTuber 好像很好赚，大家可以来回顾这支影片，就会知道说我们的收入跟支出真的是不符正比啊，就是天与地的差别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会坚持的。我们很感谢正在观看影片的你，感谢你成为安爷的粉丝。宠粉计划不会停止，宠粉计划也不会只有这两波，未来我们这频道会继续的坚持，继续的茁壮，安爷会继续宠你，宠你千遍也不厌倦。